冰岛，然后我们最近活动很多，然后可是我们在十月底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暂停一下，因为我们十月底的时候就会录我们的第一张的单曲的内容，然后可能在年底或是年初的时候会跟大家发表，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台中，可是其实我们今年夏天八月大概七八月暑假的时候才开始正式有公开活动，所以其实我们算是蛮之前的乐团，很浅，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有兴趣的话，去帮我们粉丝团上面留个言，按个赞。好，对，可是我们的群是站着的群哦，军旗扬的群，军旗扬的群，军旗是不要找错了。好，下一首歌，大人。Peter 大哥，我的吉他有办法再大一点吗？然后我这边的内场，我自己吉他也稍微送大一点点，谢谢。
再挥霍青春，只剩下残存的体温。不想冲进沉默，只想放弃任由坠落。谢谢。